當收到消息，知道周子樂兄弟離世，感覺到非常之痛心，非常之難過。呢一位生喺1997年，喺香港回歸之後成長嘅青年，22歲就讀喺科技大學第二年，活潑好動，喜歡動漫、打機，讀書亦都唔錯。原來有美好嘅前程，有美好嘅將來，但係呢啲一切成為過去。今晚我哋喺呢一度悼念佢，追憶佢，為佢祈禱，盼望慈愛上主天主收納佢，使佢安息。年輕人，周子樂兄弟是不可以、不應該這樣離開這個世界的，是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。我想整個社會都期待著盡快召開死因庭，可以還死者一個公道、一個真相，使大家都明白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。一個文明的社會是不可以讓這樣的一件事發生，個個都希望知道究竟真相是什麼。所以這個反修例運動呢，真的我們是需要盡快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不是現在的警監會可以做得到的。現在的監警會今天已經很清楚，在國際專家小組已經有成員公開的話，根本這個不是一個合適的機構去調查的。我想真的我們的政府，我希望我們政府是聽到民意。最近好幾次的民意調查，70%、80%，越來越多的市民都支持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。這個是很清晰的民意，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聽到，能夠回應。在我們信仰裡面，報仇是屬於天主的事，不是人的事。我們應該交回給上主。我們要做的是仍然去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堅持我們的訴求，如果這個訴求不達到的話，不應該停止，但是不能夠用不公義的方式去尋求公義，這個不可能達到的。因為我們去維護，其實想回整個反修例運動，其實就是維護人身的安全、人身的自由嘛。如果我們用一些威脅到人身安全、人身自由的方式，那我們其實是自打嘴巴的。我們做的一些事是相反我們想維護的，那這個怎麼可以對的呢？這個是不行的嘛。所以報仇這個 我想是絕對不可以。再退一萬步，你說那你要信仰才這樣說，好，如果不是個信仰的話，如果要報仇，那我們要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仇先。所以第一件事是個真相咯。所以為什麼真相是這麼重要呢？先要將真相大白，然後才用回這個社會上面現在我們公認有的方式，譬如說要負責任的，那你上法庭咯，是吧？即我們仍然好在現在香港呢，對法庭的制度、對司法的制度呢，仍然是有相當的信心。 我相信，我希望呢可以是能夠盡快得到一個水落石出，然後如果有一些人有一方某方面需要負責任的，
咁咪喺司法制度去懲處啦，去承擔咯。